现在收看的是华视教育文化频道，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英文文学欣赏。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小珍，我目前在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任教。那么欢迎你来收看今天的英文文学欣赏课程第13次播出。上次我们谈到了 Walt Whitman 华特惠特曼和他的诗集叫 Leaves of Grass 草叶集，特别是当中的自我之歌叫 Song of Myself。 今天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位风格完全不同的女诗人，叫 Emily Dickinson，艾米丽·迪锦森，一位属于个人隐秘世界的女诗人。她在自己家园的狭小的这个天地里面，找到写作灵感。那么，首先介绍跟我一块主持节目的王安琪教授。嗯哼，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王安琪，东吴大学英文系教授。上次我们谈的 Whitman 写起诗来洋洋洒洒，畅所欲言。今天我们要谈的 Emily Dickinson 却是惜字如金，字字珠玑。那我们常说 Dickinson 写诗像打电报，那我们读他的诗就像猜谜语，可是我们一旦猜懂了，读会了，就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对， Emily Dickinson 是美国19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有人说她是美国诗之后，叫 The Queen of American Poetry。那么安琪，在你印象中她有哪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呢？Emily Dickinson 是一个冰雪聪明的才女诗人，的确是美国最伟大的女诗人，就像 Whitman 是美国最伟大的男诗人。她出生在美国麻州的一个小镇叫 Amherst Massachusetts， 除了上高中的时候在 Mount Holyoke Female Seminary 这个修道院学校住校一年，还有一次到费城和 Washington DC 去拜访他的父亲之外，他都很少出门。他的社交圈子非常的小，只有少数几个非常要好的知心朋友。那他的家世相当的显赫，他爸爸哥哥是国会议员、法官、律师，他的家境非常的好，不需要他嫁人，找一张长期饭票来养活他。那他自己家里的藏书多得像图书馆，从小饱读诗书，以文会友。那隐居在故乡家园，过着一种是几乎与世隔绝的隐遁生活。后来他的至亲好友相继过世，他开始足不出户，拒见访客，写诗自娱，始终一身白衣素服。所以我们说，The Woman in White 指的就是他。那 Emily Dickinson 最传奇的故事是，她写了1700多首诗，有生之年只有10几首诗出版。她死后，家人整理遗物才发现，原来她有那么多的涂鸦之作。更传奇的是，如果不是她哥哥的情妇叫 Mabel Todd 把他们整理出来，亲手一一抄写下来推荐给出版社，那么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伟大的诗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其实情妇也不是什么万恶不赦的。对啊，他哥哥如果没有这个情妇，那这些伟大的诗就可能永远不见天日了。对，也许是这样。对啊，在西方的文学世界中，一向我们家都是以男性为主嘛，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这个女性诗人，而这位女性诗人确实是非常特殊哈，那真的跟传统的诗人不一样。那 Emily Dickinson 她选择离群所居，退隐到自己这个心灵的深处的世界，她常常探索自我，那么细察这个自然，深思死亡，忍受很多的这种焦虑哈。在创作的这个诗文上面，她具有丰富的独创的风格，她的诗呢打破了传统诗的格律，乍看之下似乎是由破折号这个 dash 与支离破碎的断句组成，没有正规的
传统的这个语法，我们叫 syntax 啊，那很怪异的使用这个标点符号 idiosyncratic punctuation， 而且它浓缩的这种思绪与情感 intense thoughts and emotion， 还有跳跃不连贯的想象 leaping imagination， 未表达完整的意念 unexpressed meaning， 这些呢使读者对他诗中的含义无法获得确切的肯定。他喜欢言简意赅哈，但是有些诗句过于的精简，那么产生一些表达上这种空隙啊，叫 gaps 或者是 chasms， 读者自己需要用他的想象力去填补，去补充这些空隙。那用这种充满着暧昧还有空隙是他的风格，那也是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端，也成为了是20世纪现代诗的先驱。嗯哼，对呀、啊，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默默过着自己的日子，他一辈子都是单身，没有嫁人，在当时那个保守的社会中，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孤寂的生命当中，他写了很多诗，大约1700多首。那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有高度的原创性和创新性。那有很多作品是写在一些琐碎的小纸片上面，有些是未完成的。他的写诗是为自己而写，不是为了出版或是公诸于世的。那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自己的家园里面孤独的一个人默默地写诗，灵感来的时候就随手抓起一张纸赶快写下来。他的有些诗今天读起来是非常热情洋溢的。那他的一生也有一些大家传闻的爱情故事，那应该有。其实哈，对啊，这个是呢，这个感情世界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哈。据后人推测，有几位男士可能是他爱恋的对象，譬如说有一位叫做 Samuel Bowers 啊，这个是一位英俊啊，可惜已经结婚的一个杂志的编辑。第二个猜测可能是叫做希金森的哈 ，T.W. Hickinson， 是个作家啊，他曾经就教于这位作家，他们两个互相通信哈、啊，讨论写诗之道。那么希金森给他很多写诗的建议。第三位叫 Charles Wadsworth 啊，是一个牧师，他曾经在费城遇到他。还有人说，其实 Dickinson 曾经爱上一位比他大20多岁的这个 judge， 这个法官哈。还好我们今天学术界不太讨论他的感情世界的问题，虽然他写了很多看起来很像情诗的诗哈，但是我想这个穿凿附会是不可取啦，任何人都有心仪的理想对象，那有时候我倒觉得暗恋的感觉好像比真正谈恋爱还美妙，因为你觉得你不会受到伤害，对不对？许多 Dickinson 的传记作家都推测他是爱上那位已婚的神职人员哈，那这段不可能的爱情可能是使他后来越来越深居简出的原因之一，也成为他一生终身没有嫁的隐士的原因哈，这是我们猜测了。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写了1700多首诗，但是真正被当时所接受的并不多哈，为什么呢？对，那这主要跟他的特质有关，刚刚你说的啊，还有呢，我们现代读者非常着迷他的诗，他的感情问题我们就不被讨论，就不来讨论他了。他暗恋别人又怎么样，对不对？事实上，这些人都配不上他。对，如果他真的结了婚，就会被柴米油盐这些麻烦给绑住了，就写不出诗来了。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有很多才女被当成女巫活活烧死，那就像 Virginia Woolf 说的太多的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妹妹们才华都被埋没了。对，我想这个古今中外有很多作家，那在我们现在20、21世纪都备受推崇啊，可是在他当时的年代是被忽略了。那很多批评家认为 Dickinson 是20世纪现代诗的先驱啊，这位小女子也算是奇女子啦，那诗坛奇才哈、啊。安琪，她的诗有哪些重要的这个主题呢？对，她的诗主要呈现的主题有四个，一个是自然 nature， 一个是自我 self， 一个是死亡 death， 一个是痛苦 pain。那她阅读过 Emerson 的 transcendentalism 超越主义那的文章，所以她在她的诗里面也显露出了一些超越主义的一些重要的概念，譬如自立、自足与自然之间的神秘经验等等，啊，我们来欣赏他的几首短诗，然后请同学特别注意这些大小写跟破折号，这是他的特殊风格的用法。
好，在我们看他的诗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先来看他这一首选择交往朋友那种宁缺毋滥的原则。The soul selects her own society. 心灵选择他自己的伴侣。Then shuts the door. 然后关上门扉。To her divine majority. 向他其他的心灵责伴者。Presents no more. 不再现身。Unmoved, she notes the chariots pausing. 不为心动，他注意到一辆马车驻停。At her low gate, 在她下面的城门。Unmoved, an emperor be kneeling. 不为心动，一位皇帝屈膝跪下。Upon her mat, 在她门口的垫席。I've known her from an ample nation. 我知道她从芸芸众生中。Choose one, 选择一位。Then, close the valves.Of her attention, 然后封闭她注意力的瓣膜 ，like stone, 像石头。这首短诗捕捉了 Dickinson 离群所居的心境，完全是一幅超越主义所坚守的独立自主自足的写照。他的心灵，这个 soul 哈，在挑选伴侣 ，selects her own society 的时候，仅仅选择了一个哈 ，choose one。他与自己心灵为伴侣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满足的世界，完全不希求外界的荣华富贵 chariots emperor。 一旦做了此项选择后，就毅然决然将自己封闭隐遁起来，与外界隔绝 shut the door, close the valves。 这个 valves 是这个瓣膜的意思哈，他关闭了注意力的瓣膜，与外界完全隔绝。Unmoved, 不为心动，出现在诗中两次，表示他坚定的决心。这首诗也算是解释 Dickinson 选择朋友的坚定原则，他的意图很明显，心灵伴侣 soul mate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凑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刚说 Dickinson 的诗是反传统的，他常常随着自己的意志把诗中的一些字词特别大写，譬如说 The soul selects her own society， 我们看到 soul 跟 society 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让读者思考一下他所要强调的字词意义。那另外 Dickinson 也不顾传统的标点符号的用法，那这首诗有很多的破折号 dash， 那短短一首诗之内就有17个破折号，那这种断断续续的句子给读者很大的空间去体会，去联想，这些破折号是强迫读者暂时停顿，快速回想诗人的用意。对，那么 Dickinson 的标点符号的这个确实是自成一格哈，他在很简短的诗行内其实压缩多种的思想，而密集很多种的感受。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诗里面的这个说话者，就 speaker 哈，好像是在经历极大的生命这种震撼之后，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像石头一样抛开一切的世俗名利。到底这个 choose one， 谁是那个 one 呢？读者你要这个读他的诗要用很丰富的想象力，要将心比心去想想看谁是那个 one 哈。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首诗吧。 I nobody who are you， 我是小人物，你是谁？Are you nobody too? 你也是小人物吗？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 那么我们俩是一对了。Don't tell. They'll banish us, you know. 别告诉他人，他们会排斥我们，你知道的。How dreary to be somebody. 多么可悲，当个大人物。How public like a frog. 公然的，像只青蛙般。To tell your name, the livelong June. 宣扬自己的名字，在漫长的六月里。To an admiring bog. 像倾慕的沼泽。对，我们来看一下这首很有趣的短诗。诗人要求其他的小人物 nobody 不要宣扬他们的名字，以免成为大人物 somebody。其实
大人物仅仅是用虚名 name 获得群众的青睐，他们好像是在漫长的 live long 的六月的夜晚，像聒噪的青蛙一样大声喧嚷，像倾慕的沼泽 admiring bog 一直的是社会人群大众宣扬自己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淡泊名利，不屑群众的盲目倾慕，更鄙视那些肤浅的公众人物。对，我想他是要保持自己这种隐蔽性哈，叫 invisibility 哈。在六月夏天的晚上，如果你住在乡下的地方，你会听到整晚那个青蛙呱呱呱呱叫，让你吵得睡不着觉，对不对？对对对，我觉得诗人也蛮有幽默感的。我们常常看到社会上一些所谓的名人、政治家，就像青蛙一样呱呱呱的叫，那厚脸皮又很肤浅，没有什么内容，只会吹嘘自己的名字。更可笑的是那群盲目的崇拜者，像沼泽里面那样子，那些默默的听着青蛙，然后还露出非常羡慕的样子。真的是哈，写得很好，很具体哈。对，我想虽然他是一生没有结婚，但他的诗写得非常的热情洋溢。我们来看看这首情诗 ，Wild Nights, Wild Nights, 狂野的夜晚，狂野的夜晚啊 ，Were I with thee。如果我与你在一起 ，Wild nights should be， 这狂野的夜晚应该是 ，Our luxury， 我们共享的奢侈 ，Futile the winds， 毫无作用，狂风 ，To a heart in port， 对靠港的心而言 ，Done with the compass， 不用指南针 ，Done with the chart， 不用航海图 ，Rowing in Eden。在伊甸园中滑行 ，Ah, the sea, 啊，海洋 ，Might I but moor tonight? 但愿我能停泊今夜 ，In thee, 在你的港湾。有人说这首诗是 Dickinson 少见的一首情诗，对象是谁引起诸多的揣测？我们很难想象一位终身白衣束缚、一生未嫁的一个女子，居然有这么热情的情感，写出这么狂野的热望。那诗人多么希望能够和情人共度狂野的夜晚，但是这些都是仅止于 wish， 所以诗人用的是假设法语气 subjunctive mood。Were I with thee 就等于 if I were with you， 如果我和你在一起。Were 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接着他还使用了一个祈愿句叫 imperative sentence。Might I but moor tonight， 但愿我能停泊今夜。Might 表示但愿如此的心意。所以整首诗是描写一个爱情的渴望。当诗人与情人在一起，就像一艘船找到了避风港 ，a heart in port， 驶进了港湾，可以停泊 moor 在那里，不用再需要指南针 compass， 也不再需要航海图 chart， 可以安心永远的这个安定下来，专心享受狂野的爱情。啊，读完 Dickinson 这几首诗以后，我们可以观察到 Dickinson 他擅长把日常生活中的抽象等观念，把它彻底的具体化，我们叫 sharp and intense images， 把很多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意象来表达。刚才那几首诗提供了很多很好的例子，譬如第一首叫 The Soul Selects Her Own Society， 她把灵魂比喻成是专心一致的女性择偶者，她的专心比喻成为一个石头。那么下一首是 I'm Nobody Who Are You，把大人物呢比喻成是爱出风头的青蛙，那把那些清闲大人物的一般我们这种小百姓呢比喻成是一种羡慕这个沼泽。那么第三首说 Wild Nights, Wild Nights, 狂野的夜晚里面，把那狂野之心比喻成漂泊在狂风暴雨中这个大海中一条船。这非常巧妙的比喻，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接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因为我无法为死亡驻足。 He kindly stopped for me， 他仁慈地为我停下。 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
马车内仅有我们两人。And immortality. 还有一位不朽。We slowly drove. He knew no haste. 我们缓缓驱车，他不知匆促为何物。And I had put away. 我也放置一边。My labor and my leisure too. 我的工作和娱乐。For his civility. 为了回应他的多礼。We passed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我们经过学校，孩童们活泼嬉戏。At recess, in the rain. 在下课时，在圆形操场上。We passed the fields of gazing grain. 我们经过凝视的麦田。We passed the setting sun. 我们经过夕阳落日。Or rather, he passed us.或许应该说是夕阳经过我们。The dews drew quivering and chill. 夜露寒气使我冷战。For only gossamer my gown. 因为我只身着薄纱。My tippet only tulle. 披肩丝绢。We paused before a house that seemed. 我们停留在一座宅前。A swelling.Of the ground, 像是地中隆起。The roof was scarcely visible. 屋顶几不可见。The cornice in the ground, 飞檐埋在地里。Since then, 'tis centuries, and yet, 自彼时数百年匆匆飞逝，但是 feels shorter than the day. 视觉短暂不如一日。I first surmised the horse's heads. 乍知马儿 were toward eternity. 驶向永生。Dickinson 很喜欢沉思死亡的情境。在这首诗里面，死亡是一趟旅游 ，a journey. 好比死神 ，death 是一位彬彬有礼 ，kindly civility 的绅士。驾车邀约女子出游，随行者还有一位不朽 ，immortality。就是因为我不能够停下来等待死亡，所以死亡很体贴的亲自前来迎接我。这首诗把死神啊拟人化 personify 成为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前来邀约出游。女子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随他出外郊游，意味着她放下生的一切活动，和死神踏上死亡之路。两人搭着马车，一路上看到乡间景致，经过学校、麦田、夕阳西下，学校内的孩童嬉戏着，麦田里的谷物凝视着，天边的夕阳西沉着。这三个场景好比回味着人生从幼年、中年到老年的几个历程。学校 school 代表幼时的童年时期 childhood， 麦田谷物 the field of gazing grain。代表成熟的成年时期 adulthood， 落日 the setting sun 代表衰退的老年时期 old age， 最后来到了坟场，越过落日就表示进入死亡。这时候女子坦然接受死亡，死亡状态是静止的，没有动态 movement， 因此反过来说，夕阳经过我们 he passed us， 进入死亡即是进入坟墓。坟墓好比一座地下陵寝，进入死亡令人寒战发抖，因为他穿着赴约的是薄纱礼服和披肩，所以女子发现自己的衣衫单薄，阵阵寒意。死亡之后对于时间的感觉不一样了，好几个世纪感觉起来似乎比一天还要短暂。这时候女子发现死亡绅士已经驱车转向永生。对，这首诗我觉得也很有哲理哈，也是我们刚刚的概念说，Dickinson 喜欢把日常生活中的抽象观念把它具体化，就把死神呢比喻是个邀请女子赴约会的一个很殷勤的绅士，那把这个死者这个我呢比喻成是一个赴约会的女子哈。那么人生在世有长有短， Dickinson 一生经历了许多亲朋好友的死亡，所以他常常揣摩死亡的意义哈。其实对他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好比年轻男女那个共赴约会这么一样的轻松自然。
所以 Dickinson 的确很擅长把日常生活中的抽象的概念，像 death 这种事情哈，这个把它彻底的具体化了，像这个约会。那么安琪，他的诗还有什么特色吗？嗯哼，还有一首我也很喜欢啊、那个描述坚持理想的那种折扇固执。I died for beauty, but was scarce. 我为美而死，但是 adjusted in the tomb, 在坟墓里辗转难安。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 was lame, 一位为真而死的男士 in an adjoining room, 躺在隔壁坟墓里 he questioned why I failed. 他轻柔地问我如何死的。For beauty, I replied. 我回答为美而死。And I for truth, themselves are one. 他说我为真而死。We brethrens are, he said. 真和美本来就是兄弟。And so, as kinsmen, met a night. 如此，如同亲人，我们重逢于今夜。We talked between the rooms. 隔着坟墓谈相谈甚欢。Until the moss had reached our lips. 直到青苔蔓生到我们嘴边。And covered up our names.也封住我们墓碑上的名字。这首诗写一对朋友分别为真与美而奉献生命，生前虽然不相识，死后地下相遇，感觉相逢甚晚，志同道合，谈得没完没了，甚至于天长地久，不知不觉青苔蔓延蔓生。那他们两个折扇固执的相知相惜，令人想到得不孤必有邻。对 Dickinson 这个诗哈，他着重很精确的要表达这种感官的经验，叫 sensory experience， 并且以这感情知觉 feeling 还有 emotion 为中心。尤其是那首死神哈，他这个邀约出游的这首诗，那描写死亡的这种感觉和知觉写得非常传神。这是个很明显，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心灵要选择这个伴侣，那他对外没有知觉没有感觉，就像石头哈，这是很精准的描写。那提到死亡的诗也写到说，死亡是凉凉的，是冰冷的，所以诗中女子觉得这趟约会的旅程怎么越来越冷，因为她穿着这个赴约会的这个纱，这个晚礼服还有个披肩哈，所以死亡的感觉和知觉就是这么冷冷冰冰的，写得很传神我觉得。对呀、那 Dickens 写诗题材多半于取自于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他用心过日子，细细观察自然万物，然后具体的描绘出来，赋予哲理。小鸟、昆虫、苍蝇、蜜蜂、蝴蝶、老鼠和蛇都可以入诗，从中间看到宇宙万物井然有序的这种意象，那也就是所谓自然神论 Deism 的要点。那他对大自然观察入微，用眼睛细细的看，用耳朵倾听，但人类的智慧完全无法了解宇宙万物的奥秘。他另外还有一首诗说明自然的定义，很有那种一粒沙看世界，一朵野花见天堂的韵味。 Nature is what we see， 大自然是我们眼睛所瞧见。 The hill the afternoon， 山丘午后。 Squirrel eclipse the bumblebee， 松鼠日食黄蜂。 Nay， nature is heaven， 不仅如此，大自然是天堂。Nature is what we hear. 大自然是我们耳朵所听见。The bobolink, the sea. 歌鸟，海洋。Thunder, the cricket. 雷声，蟋蟀。Nay, nature is harmony. 不仅如此，大自然是和声。Nature is what we know. 大自然是我们心思所知晓。Yet have no art to say. 却无法巧妙诉说。So impotent our wisdom is.我们的智慧是如此无力 ，to her simplicity， 面对她的简洁。好，在这首诗当中，我们看到Dickinson 对自然的描写是他非常出色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们今天先把这女诗人的诗先谈到这里，下次我们要谈一个很有名的马克吐温，你应该印象哈 ，Mark Twain， 他一个叫做《赫克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哈。那我们下次再见，今天先上到这里，拜拜，拜拜。